太郎，很那个都没去哦。我家要早些去开的个要回家喽。人家不写嘞，给我谈了干么？我写要你家了啦。哦，领导要回家再谈不上，早些去开的个给我打打要回你家了。古老的老年人带点菜呢，到王家堡的得吃一些呢。古老木老了哈，我家好的就不便宜了，对呢。要被装封贴了，要尿骨血哎，骨贴嘞都谈了光弄早些可开呢。哦，有领导。你就个小弟啊，你忙不地得吃一些，那弄到好像别人那呆着了哎。你莫个小弟个鸟的，不地面干了呢，家莫个小弟对了。哦，要别做梦啊，好的，你带点菜多忙了哎。你要顾现在顾路过，怎么不多把钱了？要第二进去就直接了，能吃腻了我家了，我这里，你要顾现在我得多那个谈啊。哦，要了，啊，我上那个谈哎，过年没那个对了哎，我拿了点没多钱能嘛，我能让够你了，够不够我谈？我谈能把晒了。而且要地里家，我家，你带点菜多好诶！内蒙古大姐大嫂那家没有土，都没啥怕的，那就都搞土了，就不好种嘞。当不了白，你那地种都没收的了，就不好种嘞。那人家就叫起先生来说，对，叫带着你带我老的。他各种个年龄，但每年才疯了，一叫你带，叫木口口，你我要我要改名去了。你但每年我多了哎，叫木叫疯了，叫带了哎，来厉害点哟。你大天才我多忘了哎，那就极限了，我他个不害你啊，佮对某某的感谢你啊，你都做我能冷行了。你要我能阿进哦？哦，我一赌好哦，这个不要还赌你了啦，你拿我拿弄白下的，不成言不动，默默的干，我能冇那么冷天咯？哦，要你那土工把海呢？你多一他能把木屑屑要入你家了掉掉？你大天才多旺，我正哎，这就直接了家伙。哦，姑妈们他现在不干，都为他晒哦。轻易不动我们家，老好的啊！我都他搞一摊能我晒，那多年大天种菜就不地叫那太阳猛了。然后叫你多往来，你手机到嘞，要叫你家那都他个母，他能啥个不干啊？哦，姑娘去找他啊！然后叫一都没干，我成心不动，没干嘛。我能冷天就我能么拉上来，搞不干么？我那他搞哟。他的电路检查没能看，电线没能接，头一他们晒晒好哟。哦，古栏木我一用他晒晒不要，我那要地皮家嘛还做内幕哦。古嘛我一他晒晒要地皮家，我这几年挣钱。我让你们轻易们都不没干过了，我说，你那在那叫县长山人嘛，这种山人可不敢动啊！